大家好，我是文天祥。金马五一，让我们一起找回爱上电影的第一次。被誉为华语电影奥斯卡的金马奖，今年战况依旧异常激烈。有些时候有人会讲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是这些片都没有听过？没有听过并不表示这些作品不好。我们反过头来想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过，或者没有看到这些片子？金马国际影展步入第35个年头，拍电影、看电影和策展的影展同仁们一同体会爱电影的神奇魔力。当你把电影当成了某种不只是乐趣，甚至你被改变了，你也想要去把这个乐趣带给其他人，改变其他人的时候，但影展有点像是一个传教的行为。异想世界邀您品味金马五一各种不同滋味的电影万花筒。10月30号、31号下午5点半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